妻之间没有爱了，要不要离婚呢？要。因为我觉得生活的基础就是基于你的热爱，对生活的热爱，或是对你身边的人的热爱吧。我觉得看有没有孩子吧，应该。但是你如果有孩子的话，你不离婚，天天吵架，反而对孩子也不好。其实他们都说为了孩子好，但其实不是的，就是也挺多这样的例子的。